欢迎大家啊！家人们，咱们点点亮啊！家人们，咱们先点赞后观看啊！欢迎来直播间看我们家大 seven 蛋子！哎呦我操！老司机想推死我呢！啊！过来，老四，你给我坐下，下来，下来，你下来。楚妞怀了几个？楚妞，我不知道怀了几个呀，家人们。啊，我就不知道怀了几个，我就现在没有啥情况啊，现在基本还看不出来，怀疑了吗？怀疑啊，怀疑我就是怀孕了，家人啊，感谢莫愁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家们啊。杀人了吗？是不是该杀人了，家们？晚上了，是不是该杀人了？白天不杀人，咱是不是晚上该杀人了？啊？来，我看腐妞肚子啥样的？腐妞来，老爷检查检查身体，天天检查身体。天天给小给腐妞钱，腐妞来，快点来，坐，腐妞坐下，杀人了，给腐妞检查身体了，咱看腐妞到底怀没怀孕。腐妞坐好了，走啊，哎呀，腐妞坐啊，坐，你看看啊，看看，别，看看腐妞啊，看看，哎，他趴下趴，哎好，哎好，啊好，别踩着，别踩着肚子啊，别踩着肚子，哎呀。哎，别，老四，别踩着肚子！哎呀，我的妈呀，你别扭掉了！哎呀，看不出来。哎呀，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啊，不行，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她怀孕了，啊。正常她怀孕的话，肚子肯定会，就是整个肚子会红，知道吧？整个肚子会红，扣也没红啊。其实昨天腐妞不是留东西了吗？人都说这留东西属于正常现象，家们啊。我再看看腐妞来，我再看看，再看一下子啊。现在瞅不出来呀，没有什么太大的，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应该是发红了，应该是发红了。起来，老师，起来，我看看，看不出来什么变化。有点感觉，好像有点发白呢，白红白红的呢。瞅不出来啥变化。晚上有推送啊啊！晚上有推送，你看我就说晚上有推送，我们家们，就是我白天我直播，我再早没有用，知道吧？因为咱这个10点钟直播，咱都好几年了，知道吧？这不是说三兄弟想提前的事，我提前的话没有推送。我感觉啊，家人们啊，我感觉像是有了。为什么呢，家人们？我觉着这会儿有点发红了，看出来没？有点发红的感觉了。啊，看出来吗？这块儿有点红的感觉了。啊。上面，你说腐妞怎么少一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家吧，你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你看这个不对称，这是六个、七个、八个，你看，
看吗？这会儿有一个，这会儿没有，啊，这会儿有一个，这会儿没有，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怎么长得偏了呢？这狗蛋怎么长得偏呢？你看看这几个扣长的，看看，看附近这几个扣长的，这怎么长成平行四边形了呢？啊？附近这几个扣长得怎么成平？估计是有了，嗯，腐牛天天翻翻肚皮检查身体，被老爷吃了一个，啊，那玩意就那么好吃，我非得吃它一个，啊，我非得吃它一个就那么好吃，啊，你看老大，人老大都听话，看老大，人老大玩球，人从来不把球咬坏的，老大从来不把球咬坏的，这球啊，最后一个球了，我告诉你，老大你把球看好了，老大。你把球看好了，这个球你再落到妈妈嘴里头就没了，啊！上次怀孕的时候怎么看出来的？上次怀孕的时候基本都是二十多天的时候才看出来的，二十多天，啊！就是她一怀孕的话，家嘛啊，她肯定有，就是特别明显，啊，特别明显能看出来。她现在的话就一点不明显。哎，不对不对，我坐下，坐下了，不对不对，不对，扶着不对。扶着坐下不许动啊！三爸咋老研究双排扣啊？不是我想研究双排扣，啊家们是大家伙都想研究，不是我想研究啊！大家看肚子啊，家们，嗯、啊，我看我仔细看看啊，我仔细瞅瞅，我仔细瞅瞅。哎呀，我靠，大哥呀！哎呀，我去了！福正说让你看个够，福正说老爷你想看，我让你看个够。看吧看吧，哎，你不想看吗？哎呀，我的妈呀，腐牛这姿势太妖娆了！哎呀，这几个扣蛋子长的，哎，不看了，腐牛我不看了！哎呀妈，腐牛整急眼了！嘿呀嘿，这家给腐牛蛋子整急眼了，啊！腐牛说你不看吗？我让你看个够，看看看，一块看一块看，啊，怀孕了，真怀孕了。啊，太逍遥了，我都怕腐牛一下子撑着，啊，撑着之后再撑着之后，我四哥再上火，啊，撑着之后我四哥再上火，四哥呀，你上火吗？四哥，老四，你儿子，老四，老四喜欢儿子喜欢姑娘，老四你喜欢儿子你叫一声，喜欢姑娘你一声都不叫，老四你喜欢哪个？老四喜欢儿子你叫我一声。你要不喜欢儿子的话叫你不叫唤，老四喜欢哪个？老四啊啊，你说老四多聪明，家人们，我四哥喜欢姑娘，四哥喜欢姑娘就不叫唤啊。哎，你看看你看这你看这出，你看我四哥这一出，老四喜欢球，腐牛以前也不这样啊，真没准怀孕了，我估计是，家人们啊，我估计是啊，腐牛有可能是怎么事呢，家人们？有可能是肚子不得劲儿，是不是？呀，三文今天怎么事？三文今天咋不高兴了呢？这小头怎么也低下了呢？三文，啊？你有啥不高兴的？你还能不高兴，三文？啊？那腐牛怀孕了，那肚子是多好的事儿啊，三文呢，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啊！你咋不高兴了呢？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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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牛蛋子这又干啥了，这又躺下了，腐牛蛋子这家伙三爷没有球当然不高兴了。三爷你看你不有儿媳妇蛋子吗？你不有儿媳妇吗？啊，腐牛孩子多少钱一个？现在哎呀，家人们，咱家狗蛋子，咱家狗蛋子孩子没有多少钱啊，家人们，顶多也就四五千块钱一个，老铁们啊。腐牛是老四的孩子，家人们，老四的孩子，啊，你们想要老四的孩子的话，你们到时候可以等他预产期的时候，你们可以过来看他生孩子，啊，家人们，啊，咱家狗蛋子卖的不贵，你看别人家，家人们，别人家同样粉丝量的人都卖了一万多，知道不，家人们，人都卖了一万多，咱家四五千块钱，啊，家人们，啊，然后呢，想养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到时候预定一个。啊，然后呢，咱不想养的，咱别说这个说那个的，是不是，家人们？咱别说那个说那个的，好不好？啊，因为三元爹心态也不好，你一说这个说那个，心里怪不得劲儿的，是不是，家人们？啊，也毕竟是我四哥的儿子，
啊，老铁们，咱现在不说这件事儿，行不行？要是小，就是要是球在小迷糊那块，指定有人骂。啊，那 Seven 就开始开骂了，那 Seven 就开骂了。啊，老爷猫卖猫不卖家们，我一个月没有看见猫了，一个月没看着猫蛋子了。来看猫蛋子，看小猫啊，不看你，你以为我看你呢？老师，你以为我看你呢？你以为你长个大双眼皮，我就喜欢看你呀？啊，你以为你长个双眼皮，我就愿意看你呀，老师啊？啊？猫蛋蛋，这小猫蛋子啊，这小猫蛋子，那小花猫蛋子，啊，花卷儿，花卷儿，花卷子。你信不信家们，这个笼子我要一开门，我要一开门，虎妞包子肯定会进去。包子你进去吧，包子大门向你打开，包子大门已经向你打开了，你进去吧，包蛋子。花卷那儿子，花卷那孩子长得快像花卷那么大了，都快像花卷那么大了。猫也卖了，猫没卖，猫一个没卖。啊，猫就送人了，猫没卖。跟花卷那长得真像，那猫蛋子。啊，这小猫，我从来没给它洗过澡，从来没洗过澡。哎，你看小，你看花卷子为什么这么干净呢？家的，你说小猫蛋子为什么就这小花猫怎么就不干净呢？啊，你说花卷子多干净，你说这小花猫，你看小花猫，啊？你说小花猫，啊？眼睛贼贼，家人们，但是咋看？你看这个猫蛋，你从它身上你看不出来，你看不着包子的那个，看不着包子的影子啊。它就是长得像花卷子，不像包子，一点都不像包子。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包子的啊，家人们，这你说这猫是包子的孩子吗？啊？啊？是你的吗？包蛋子，包子，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包子，包子被我叫烦了一会儿啊！包子比花卷子好看，包子肯定比花卷好看的，花卷就干净。握手，花卷，花卷握手，握手啊，握手，握手。这猫肯定会挠我，这猫肯定会挠我。这小猫指定会挠我，我告诉你，小猫。包子握手啊，包子握手，包子握手，包子坐起来，坐起来，别踩刀，别双手插刀，你包子握手，握手，握手。你看，你看，你看大包子厉害不？啊，大包厉害不？大包子是指甲该绞了，包子不能，包子不能握手，不能动。你看这指甲该给他绞了，但是他从来不挠人啊，包子从来不挠人啊，这指甲老尖了，我跟你说，一勾一个坑，你看看吗，一勾一个坑，但是他从来不挠人，包子从来不挠人。谁叫唤的？谁呀？叫啥呀？坚决不能给你，不能给你三万，你给你玩你就咬坏了。三万，爸爸给你看猫蛋子吧，行不行？咱把猫蛋子拿出来玩吧，行不行？咱看看猫蛋子吧，行不行？猫蛋子，哎呀，来，猫蛋子，哎呀，好长时间没看着猫蛋子了，看猫蛋子啊，猫蛋子害怕狗，啊。不害怕，不害怕。哎呀，你是腐妞家。Seven， 你看看猫大大在外面呢。小迷糊。哎，这腐妞真喜欢小猫。啊！别害怕啊，没事没事，他们不咬你，他不咬你啊。好，猫大，不咬啊，不咬不咬。老大，老大看看，老大看小猫。老大你来呀，三你看看。
小明娃，我操你哥，你他妈干啥呢？我翘了你啊！没事，他总看着狗，他总看着狗。你看，你又不能淌哈喇子啊，哈宝，好迷糊啊，咱不能淌哈喇子啊。哎，小喵大的可厉害了，小喵大的其实怕小猫。哎呀呀，他不能咬他，不能咬他。老四，你看这谁？老四，你看看。不能不能不能！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开始厉害了啊！要抓人家了，老四，看老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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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老四，把尾巴立起来，你看小迷糊，这小迷糊，这小迷糊这一出，你都在出，啊！小迷糊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小迷糊说：“什么东西这是？”嗯，小迷糊说：“你咋不起来呢？”啊！这猫蛋的时候，这猫蛋怎么没？这猫蛋没尾巴呢？这小猫蛋为啥没尾巴呢？这小猫蛋，你说它瞅啥呢？心不能咬啊！啊！你看，我也给迷糊吓一跳啊！你看着啊，哎呀，老四啊，你看看啊，你看，你看小迷糊啊，看小迷糊啊，猫大大，小迷糊呢，跟你玩呢。摸摸它，小迷糊，你摸摸它。哎呀，迷糊，你长得太他妈丑了！你从这个角度看，我靠，从这个角度瞅，小迷糊太丑了。小迷糊，你别那么看它，那俯视你害怕。哎呦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小迷糊，你别那么看它，它害怕。小明能怼他一下吗？小明能怼他一下子，你看着啊，你看小明能不能怼他啊？你这小明瞅的，都给小明瞅成啥样了？看，啊，被挠的人就是老爷。Seven， 你看你们吵吵啥呢 ？Seven， 你看看，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干啥呀？啊？迷糊在那苦瓜脸，不能咬他啊，迷糊。Seven， 你干啥呀，迷糊？他一会儿回头就挠你啊，小心你的脸啊，迷糊，小心脸。小牛蛋吓一跳，给小牛蛋吓一跳，高度紧张啊！小牛蛋呢，刚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啊，小猫真老实。
偷袭你，一会儿猫蛋偷袭你了啊，猫蛋啊，哎呀，老四，你把球给妈妈玩，你说你们那一家子天天吵吵啥呀，一天吵吵啥呀，吵吵把火的。你把球拿来，老四，给妈妈。哎呀，我真不能给三元玩，把球撇了吧，我把球撇了吧。要给三元又给整坏了，三元给咬坏了，家人们。三元想玩球，这个球，家人们，如果家人们你们说给三元玩吗？你要说给三元玩的话，我现在就立马给三元玩。这个球玩坏了之后，谁也没有球玩了，知道吧？这个球如果玩坏了，谁也没球玩了啊！以后再也没别的球玩了，啊！你看他妈掏我们了，掏什么呢？啊！这球都咬坏了，没找你们算账呢，还给啊？他只能给你咬坏他。这小明蛋能捅那个猫干什么玩意儿？猫害怕了，猫害怕迷糊，看到吗？飞机耳了，这属于害怕吗？这属于害怕。趴着吧啊，趴着吧啊，啊好好没事，趴着吧啊好，啊行了，给不要让Simon叫了，脑瓜疼，早就害怕了，早害怕了。这小猫为什么能害怕狗呢？啊，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啥呢，家人们，就是因为它不怎么出来的事儿，啊，它不怎么出来的事儿。其实这帮狗还真就不能咬它，真就不咬它，知道吧？家人们想买苹果梨的啊，苹果梨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25块钱五斤，然后第二个链接是9斤38.8，9斤38.8，想买梨的话，三，我求你，你可别叫唤了，来，老四来。这个球给三元玩完之后，以后再没有球玩了，再没球玩了，啊！走，来，把球拿来，老子拿过来，再没球玩了，以后肯定没有球了。你非得咬坏它，你这你三元你非得咬坏它干什么玩意儿啊你？我明天我高低买个铅球，哪有卖铅球的？网上有没有卖铅球的家吗？网上有没有卖的铅球？哎呀，塞万钱，来，老四来，老四来，过来，脱，三万来，过来，咬坏了吧，咬坏了吧，这么地。咱家真不适合养猫啊！啊，咱家真不适合养猫啊！哎，我跟你说吧，狗太多了，没咬着，这儿呢吗？没有着啊！回去吧，掉下。啊，没有着。狗多了猫才怕。其实就一个小狗的话，其实它一点不害怕。啊，一个狗的话没事，就比如就小牛蛋自己的话没事。狗太多了肯定不行。三，能不能不给不咬这个球？你玩不行，你非得克它干什么玩意儿呢？不准咬！我今天非得管管你的毛病，不准猜。三，你不能猜，就那一个球了，没有了。你们轮班玩呗，
轮班一块玩呗，你总是猜那个球干什么玩意儿的是吧？你人都好好玩那个球，你就好好玩呗，不能猜。你今天都猜过俩球了，今天上妥哥家玩，三位猜坏了一个球，今天上妥哥家玩，三位猜坏一个。就爱看三元玩，这个球互相玩，人手玩一会儿，是不是？你玩一会儿，你给别人玩一会儿。三元咋这不知道谦让呢？你小时候就知道谦让，三元打小就知道，你现在怎么不知道谦让呢？你又非得给他啃坏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我就整不明白了，三元，我真整不明白。你看，那是好好啃吗？你看看，你看。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等你上岁数你牙肯定指定都得掉光。三月等你上岁数之后你的牙指定都得掉光，我告诉你。老了，老小孩当妈呀棒了。拿来走，来拿来。拿来拿来球。我跟你说啊，家人们，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我家这个球是我跟俺家狗玩过的最结实的一款球啊，老铁们没有之一，俺家这个球是最结实的一款球，没有之一，老铁们。但是俺家 Simon 你看看啊，给他整个磨牙棒，你整啥也白费，他啥也不要，他只要这玩意儿，你信不信家人们？你给他别的东西他不带要的，他只要球。俺家 Simon 只要球，他只玩球，他不想玩别的，就一个球，让他玩吧。哎呦我的妈呀，家们你是没看过咱直播呀，你是真没看过咱直播呀。球没有多少钱，他把球整坏了，他容易咽肚里，知道吧？他容易咽肚子里头。买个铁球，我靠，我真的，我明天我高低整个铅球，我高低整个铅球，我这要给水果吃，来，我发水果吃了，发水果吃，我看吃不吃，谁吃水果？来看什么啊？哎呀，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不香蕉吗？迷糊，这不香蕉吗？迷糊，你看看，哎呀，哎呀，老四，咱吃这小香蕉啊，迷糊，老四，哎呀，这香蕉蛋子真好。三，你吃不吃香蕉？三，你吃不吃香蕉？过来，来，哎呀，我看这香蕉，这什么香蕉？这什么香蕉？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什么香蕉？这什么香蕉？啊，这香蕉咋这么小呢？啊？哎呀，这香蕉这么小啊！这么小的香蕉啊，迷糊，迷糊，你吃过吗？迷糊来问你，迷糊，吃过吗？老四，香蕉，迷糊，迷糊，老四，你吃过吗？老四，迷糊啊！来来，芭蕉啊，来阴一根，来阴一根啊！抚妞能吃香蕉吧？啊，咱们狗怀孕是不是能吃？我操，这怎么跟扒甘蔗似的呢？啊！哎呀，我靠，这怎么跟扒他妈甘蔗似的？这是没熟吗？你看这儿缠着啊，你还给我四哥缠的。哎呀妈，这香蕉，这香蕉。哎呀，先给老四一口啊，老四往这一坐真听话。我四哥蛋子往这一坐真听话。先给老四一个啊，家人们，我先给老四啊，别到时候又说三元爹你为啥不给老四一根呢？因为我先给他吃。老四想不想吃香蕉啊？先给老大吃吧。哎呦我老大不吃。嗯，先给三元吃。三元玩球呢，哎球呢？
球呢？三分球呢？肯定不咋好吃，有点稍稍微微有甜的味儿，稍稍微微有甜味儿啊，家人们，不是那么特别甜啊，这个香蕉不是那么特别甜，我重新扒一下啊。哎我的妈，这香蕉好像没熟似的，这感觉。哎，你看这香蕉为什么扒完是这样式呢？啊？没困好，这香蕉应该放一放，是不是？香蕉放一放，不好扒，这香蕉不好扒。小米又想吃啊啊！哎呀，这家香蕉哪这么扒的？你要这香蕉扒的？嗯，三个给三个一个来，三个肯定不吃，三个来，吃吗？三个吃。三分吃，整个别的啊，整个别的，整个别的，香蕉先不整了。给小牛蛋一个来，给腐牛蛋一个吧，啊，腐牛蛋怀孕了，给腐牛蛋一个来。不错，做好了，腐牛做好了，做好了，不给他。啊，三分球呢？球呢？咱球找球去，球呢？咱球扔哪儿了？球跑哪儿去了？感谢轩老，谢谢家人们送来的大啤酒。我看什么水果啊？这什么？这是西瓜。这什么玩意儿？是朋友干爹给买的。这什么东西？这羊柿子吧？啊？应该柿子。这个是个西瓜。嗯，这是个西瓜。这是个苹果，一会儿咱们切个苹果吃啊。香蕉不行，香蕉得困两天，这香蕉得困两天。这个不是芭蕉，芭蕉比这个还小，是不是？这是不是长大了芭蕉啊？这个是啊，还有哈密瓜，还有一个哈密瓜。嗯，花卷子又生了，花卷没有啊？没生啊？哎，等会儿啊，分个小西瓜吃啊，那狗蛋喜欢吃西瓜。王、嗯、老爷球是不是坏了？坏了的话应该有尸体啊，球就球计算，既然就算它坏了的话，它应该有球的尸体啊，肯定掉哪儿了，知道吧？三八过来，你看停，掉那底下了，掉那底下。来，咱们吃西瓜。三八你好好的，你别玩那个球了。三八快来，我这西瓜啊，来。雨伞，雨缸，小舅子和老爷说话呢。小舅子，小舅说啥了？小舅说啥了？小舅子，说啥？小舅子。小舅子不可能跟我说话，小舅子上学呢。老四一个来，啊，三位来，老大一个，虎妞，啊，老大来，啊，三位来，三位来，来，啊，迷糊。迷糊，迷糊来，啊！哎呀，石榴吃不吃？石榴过来，来，石榴你过来，来，嗯，这西瓜现在多少钱一斤？西瓜现在挺老贵吧？西瓜，啊，
嫂子你下去，不能上桌了，不能上桌吃，嫂子下去，不能上桌吃，虎妞一个。给石榴一点啊，小石榴怎么一点不积极，那个小石榴块小的啊。小石榴能吃吗？他能吃西瓜吗？石榴这可是西瓜呀，啊，给石榴来，我小石榴他好像谁舔了呢？石榴来，我看小石榴，抬头抬头，石榴，这小石榴好像被谁舔了呢？我感觉，啊，怎么今天输的偏分呢？石榴，你今天怎么输的偏分呢？谁给舔成偏分的？啊，是不是老四啊？是不是老四干的？啊？哪个是小舅子啊？啊？公屏上说话我都看到了，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他，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欢迎万干爹啊！欢迎欢迎姐啊，家们，这零食，这个，等会儿来，我分啊啊！感谢我姐啊，感谢我姐送给咱们家狗蛋蛋了啊，大西瓜、苹果，一会儿切苹果吃，啊啊，西瓜先吃了它。啊，都喜欢吃西瓜，这西瓜应该老甜了。这西瓜是不是麒麟西瓜？三碗来，好、啊。小石头不吃啊，家人们，不是我不给他吃，小石头不吃。迷糊，啊，小舅让他给他留点啊。榜一是小舅子，榜一哪是小舅子呀？必须铁粉，凌晨一点。啊，这小舅子看着了，我看着了，看着了，这小舅子过来蹭粉来了，家人们，小舅过来蹭粉来了啊，给点点关注吧啊，小舅子蹭粉来了，咱给点点关注吧啊，家人们，我哪个是他，凌晨一点必须的，这个啊，连他一下子，你们给他点个关注，家们啊，连他一下子给点个关注，咋呢啊，我这跟你说半天话你不搭理我，我哪知道哪个是你呀、啊、我说你给我留点水果，没留点水果，你留了能放狗盆里了，好使好使好使啊，你吃吧，你买去吧，给你留了，留了给你扔狗盆里头了啊，这个蛇果 吧，这果不能给你留啊，这果有给俺家狗蛋子吃呢啊，哎，这应该蛇果，这果我看见，这果好吃啊，行了，家人们，给我小舅点点关注啊！小舅快蹭粉来了，特意的啊！我来蹭波粉，蹭粉来了，蹭波粉丝啊！行了，先上你在寝室呢？搁寝室呢？啊，行，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家人们，这种苹果不好吃，我看看，谁想吃？谁想吃？你这给馋的！扶正，你坐下，扶正坐下。老四，分苹果吃啊！这帮狗蛋馋坏了，家人们啊！那这狗蛋馋坏了，给他们洗。这苹果吃苹果多吃没事。昨天现在是啊，前两天吃梨，前两天吃苹果啊，有梨有苹果，洗洗啊，家人们，皮也能吃，人不能吃。狗蛋子，我跟你说，能吃皮，这个皮营养价值老高了，家人们。维生素维 C 啊，家人们啊，都在这个皮里头呢啊，这个皮给他们吃一点事儿没有。啊、嗯！我就算把这个苹果都给他们吃的话，也就算是吃了半拉，一人吃了一半，是不是？给小牛蛋子一个呀，一整个啊！啊，咱给小牛蛋吃一整个啊！小牛蛋你拿回家，我跟你说，家人们，你要想把这个苹果给小牛蛋子分一半，啊，小牛蛋指定不带吃的，我告诉你，他只能拿回家搂着，是不是红心的？我看看。是不是红心的？不是红心的，还行啊，这果挺好啊，这果挺好啊，我可愿发水果吃了给他们几个。
啊，等会儿呢啊，家人们，我小舅子说让我给他留点苹果，留点果儿，啊，哎，没整对，啊，没有可留的呀。别着急啊，别着急，老四。嗯，你老四认真起来，昨天真可爱。你我四个认真起来呀，嗯，啊，四个牙好像不齐呢。啊，给老大，啊，好，给老大了啊，啊，四个牙不齐。啊，老四啊，一二三，呀，你咋没接住呢，老四？你咋没接住呢？再来一半，来，一二三。呀呀，老四，明明给你的呀，四哥，再接住，老四啊，老四来，一二一二三，哎呀，老四嗓子那一看，再来，老四来，老四来，一一二三，香吗？老四香不香？一二三。香不香，四哥？香不香？啊，四哥来，一二，你能不能给你媳妇拿一个去？老四，给你媳妇，给你媳妇送去，能不能给你媳妇送去？能的话，你叫一个，能不能？老四，你叫一声，你叫一声，叫，能不能？老四，你叫一声，老四叫叫，老四叫，你叫一声，人家狗大都会叫，就你不会叫，老四，你就叫一个，汪，你说汪汪，老四，叫一个。叫一个，老师叫，老师叫一个。啊，你刚才不会叫。哎呀，家人们，你知道为什么我四哥不会叫吗，老铁们？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老四不会叫吗？这个给我小舅留着啊，那个。啊，因为会叫的狗都去看大门去了。啊，会叫的狗都去看大门了。老四不想看大门，所以我四哥不想叫。三班，能不能给你儿媳妇拿一个？能啊，你给你媳妇拿一个，儿媳妇。三班，给你儿媳妇拿一个啊，我给小石头拿一个啊，给小石头拿一个。你总是这个样子，一会儿老四又要急眼了，咬他们几个了。他不能，家人不能，那天是有其他情况。啊，哎呀，我靠了，我四哥自己偷吃一个。啊，我四哥这长翅膀了，这是。啊，四哥大这长翅膀了，这是。我再给小石头拿一个啊，家人们，再给小石头拿两块儿，啊，人家狗蛋都吃好几块了，啊，给小石头整两块儿啊，小石头啊，你看好了啊，你要不吃的话，一会儿给老头吃，老头儿，石头是不是不舒服？没有，小石头天天那样式的，他天天那样式的，他没啥毛病，啊。玉米收到了，质量刚刚好吃。哎呀妈呀，家人们啊，想买粘玉米的家人们，抓紧拍单粘玉米，粘玉米好吃啊！家人们，咱家粘玉米全都是好评，你们放心拍就完了。家人们，嘎嘎好吃啊！喜欢吃东北粘苞米的，直接给你发八磅，家人们直接发八磅啊！再来一个，再洗一个。我感觉这个肯定是红心的，这个果指定是红心的，你信不信？家人们，敢不敢吃？敢不敢赌一下子？这是不是红心的？这个果，啊？这苹果真好，哎呀他妈，这苹果长得比俺家梨大的好多了。你看俺家这苹果梨长的，你说这苹果，人家大苹果长的多带劲啊！你这是不是红心的？不是，嗯，对，小石头喜欢吃苹果梨，不知道。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红心的？这是蛇果吧？有点红边儿，看看这旁边老……哎呀，挺甜，这果真甜呐！啊，没有核，这果没核，你看着有核。真的有点糊，哎
切了它。给老四吧。啊，老四等半天了。老四哥等半天了。啊，鲶鱼米29.9元，拍一发八磅加盟啊。想吃正宗东北粘苞米的加盟啊，又粘又甜又糯，老铁们啊，正宗粘苞米你们可以拍的。嘎嘎好吃啊！相信三元街的话，你买一单，家人们啊！想减体重的家人们，不想吃主粮的老铁们，你们可以吃点粗粮啊！粘苞米是正儿八经的粗粮，家人们知道吧？直接给你发八磅粘苞米，嘎嘎好吃，老铁们啊！老大一个，米花要不要了？米花，看到姐夫给留的苹果，哭着走了，出了直播间。老爷，怀孕的狗狗不能吃西瓜、哈密瓜等果类。我刚才就给他吃了一点儿，我啥也不敢给腐牛吃太多，家人们，我就给他吃了一点儿，没有吃太多。啊，来腐牛，小迷糊，我给小石榴一块儿啊，不管小石榴吃不吃，不管小石榴你这咋的了，石榴这咋的了，石榴啊。石榴你咋的了，石榴你咋不愿意起来呢？卧婶，石榴卧婶，谁欺负你了？我的妈呀，小石榴谁欺负你了？哎呦我的妈，这狗蛋怎么受遭罪呢？石榴卧婶，石榴怎么的了？不知道啊，家人们，嗯，石榴卧婶，石榴卧婶，卧婶，石榴卧婶，卧婶。别让人偷走了啊！啊，没口，没有胃口，这狗蛋子应该是没有胃口，家人们啊。石榴不吃水果，但是小石榴吃苹果梨啊，家人们是不吃水果吃苹果梨啊，啊。我跟你说，我小石榴我带他上医院去过好几回了，小石榴啥事儿没有，知道吧，他也不嘚瑟，你看家吗，昨天是因为嘚瑟是吧，现在他也不嘚瑟，他应该就是不愿动弹，因为他跟别的狗大的抢也抢不过他，他抢也抢不过别的狗，别给石榴剃毛了，冬天冷了，现在不给他剃了，家们现在肯定不给他剃了，马上到时候了，马上下雪了，这块冷了，就夏天的时候给他剃过两回，再不给他剃了，石榴哭过了，眼睛红，哪哭了？小石榴哪哭了？我看看，我看眼睛，我看眼睛，这小石榴，老啥样了？脸都白了，岁数大了。他这不是脸白了啊，家妈，那是因为脸这个地方有伤口。知道吗？小石榴这个眼睛上是被老四给舔的，那被老四给舔的。来，啊，欢迎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啊，家们，欢迎大家伙啊，咱们点点亮啊，一会儿来。是啊。不能吃，迷糊别吃了啊，迷糊吃太多了，迷糊啊，不给了啊，小迷糊吃好几个了，不给了啊，老四一块来，再往一块，跟老块大，老大一块大的啊，不给没有吃，没有吃太多了，吃太多也不好，这玩意儿。啊，是吧？太极怕冷。小石榴，你说是冷吗，家人们？小石榴，你说是冷吗？啊？小迷糊，你抱抱石榴，看他没事吧？石榴啊，他肯定是没事儿。安明，安明，
MM 啊，好迷糊啊，十六。给石头穿个衣服，咱屋里不冷啊，家们。咱屋里20度呢，不冷，跟那没关系，跟那有啥关系，家们？跟那指定没关系，屋里也本身也不冷啊，屋里20多度。小石头出去玩的，我跟你说，他不是冷，他冷不就嘚瑟了吗？他冷不就嘚瑟了吗？他跟冷有啥关系啊？带石头上医院看看吧，他没事儿啊，关键是家们，啊？怎么一点不欢实呢？石头坐下来，石头来，坐下来。你看他护食，看着吗？你看护食。嗯，过来来，来，啊，虎妞啊，哎，我操，迷糊，哎，葛老师来，好你哥，你干啥呢？哎，这谁咬的？你是不是疯了啊？这都咬坏了，我先留着明天吃的，那明天不坏了？这果儿。分他吃了吧，但是差点让小牛蛋给偷走，差点啊，差一点让小牛蛋偷走了。饭手坏不了啊啊！咱们你说这个果啊，它咬了好几个窟窿，你看小牛刚才，你看这小牛蛋咬的，看了吗？看了吗？这块儿。咬的，你看，家人们，这名字能不能那么坏？放一宿是不是就坏了？啊？给老师奖励啊！给老师奖励啊！吃了吧，吃了吧，吃了吧！这小牛蛋子，你说给小牛蛋子吗？啊？小牛蛋偷苹果竟然，啊？是不是家人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眼睁睁看着小牛蛋子偷的苹果？啊？大哥没事，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是不是刚才眼睁睁看着小牛蛋子偷了苹果啊？来来。哎呀，这个苹果好，这苹果好，小牛蛋专挑好的，你看这苹果好啊。刚才你说不给他吃，可能听到了，不能啊，小牛蛋不会记仇的，家伙，你真以为小牛蛋的聪明到那种程度呢？啊，你真以为小牛蛋聪明绝顶呢？啊？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几个苹果让 Seven 抢去了吧？看是不是？那几个苹果让 Seven 抢去了。老大来，老大来，老大吐了，那球吐了，老大吐。
怎么福建吃了来来过来来来来老大来把球吐了咱来老大吐了老大把球吐了吐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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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吐了吐了啊你哥的老三我发现你现在想吓唬迷糊哈啊你吓唬他干啥那是你儿子你在咬着他你这个咬坏了我老四我感觉老四像是啥刚才我感觉老四像是狮子撵那个像狮子演那个撵那个羚羊一样啊撵那个鹿一样看到吗老四呜了一顿叫唤。我跟你说我不让老四撵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老四给他咬坏了。别的我不怕家嘛他不咬咋的都行咋玩都行咋闹都行老四愿意急眼。为什么说家人们为什么说我从来没带老四跟别的狗子玩过呢家人们啊我现在基本上咱出去玩不管是找妥哥还是找谁老铁们找那个二迷糊啥的啊家人们我从来不带老四。没法带老四家人们老四好奇眼。老四急眼这一出他出了名的家人们他只出了名的了。整不了他。都不愿意跟他玩。知道吧你看老四把这往这一趴闷不吭声的。如果有别的狗蛋直接从他面前路过的话他吭声就掏人家。知道吧没法跟他玩。你看今天家们啊你看我带老大去看过他的爸爸带 Simon 去看他老公啊带小迷糊去过说家们但是我带腐妞也去过是不是但是我不带老四老铁们带不了老四老四总咬人家。你要管不好管不了家人们你说你管不管老四给人咬一口你说你咋管老铁你这打老四一下子打老四吧人家还不让知道吧人说拉倒吧拉倒吧咬一口就咬一口吧人这么说你要不打他的话家人们啊人家心里也不得劲儿干啥呀人家狗蛋子跟你家狗蛋子在一块玩结果给人家狗蛋给咬了啊是不是家人们没法整啊我一般就不带他没朋友一点一个朋友没有老四在外面一个朋友没有总愿意急眼的狗蛋子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家们年苞米拍一发八磅啊家们啊29块9八磅老好吃了啊家们拍一发八磅年苞米老好吃了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年玉米啊家们啊糯又糯又甜家们又糯又甜你在锅里蒸多长时间吧咱们在锅里蒸个20分钟家们蒸15分钟吧15到20分钟你就会发现这个年玉米让你都蒸开花了说家们都蒸开花了啊老好吃了想买年苞米的好朋友咱可以拍的都蒸开花了老黏了老糯了家们年苞米好吃啊啊咱家年苞米都是好评老铁们你们看一下都是好评啊99%的好评老好吃了啊想吃哎咱直播间好朋友们有想专门吃那个粗粮家们啊专门吃那个粗粮啊想减少体重的好朋友们啊咱买的咱们东北特产我跟你说这年苞米啊特别好我还有没有别的了哈密瓜能吃吗来这小这什么东西啊我尝一尝啊我尝一个我尝一个这东西吃柿子这要是柿子的话我就吃不了柿子过敏这什么玩意儿我都没见过这什么东西这是柿子吗柿子我吃不了柿子过敏这是柿子吗姐你买这玩意儿柿子吗这玩意儿好像不是芒果这哪是芒果啊我感觉像柿子呢姐买的家的啊姐给狗蛋买的皮嘛柿子啊我操我跟你说我吃柿子真过敏老铁啊柿子帕利丹玉米玉米用冷冻吗不用冷冻
咱这玉米是那个真空包装的啊，真空的，就是真人参果。你可拉倒吧，我见过人参果，不是，这不是柿子。看这什么东西吗？看这什么东西，能出来吗？这不是柿子，我没吃过这种，这什么东西啊？啊？这么冻柿子吧？啊？这皮也这么厚呢？啊？姐，你买什么玩意儿？姐？啊？柿子不是我买的。姐，这啥玩意儿啊？姐？这里边这是冻柿子吧？啊？这脆皮柿子？姐肯定都是你买的，都在这一个包裹里边。我看狗吃不吃？嗯，三妈买的。姐，这香蕉是不是你买的？这哈密瓜是不是你买的？姐，这个西瓜是不是你买的？姐，苹果是不是你买的？很有可能这个柿子是赠送的。嗯，火龙果没有啊？没有火龙果。我还没看着火龙果啊，那是枇杷，狗不能吃。梨可能流产，没事儿，家妈梨呀，吃点梨没事儿。狗不能吃柿子，有点常识，拉倒吧，没给它吃，我没给它吃啊，那肯定是柿子，100%是柿子，家们，因为我吃过东北那个冻柿子啊。我吃过东北冻柿子，火龙果没了，换成了柿子。书上说的梨可能流产。夫人，你坐下，你坐下，夫人，坐好了，不许动，夫人不许动，夫人不许动，是不是没给两个大火龙果啊？两个大红心火龙果，没有啊？是不是火龙果让我往媳妇拿出去了？啊？是不是让俺家姑娘给吃了？没准啊，俺家姑娘喜欢吃火龙果，没准。我就知道这个香蕉我知道，这香蕉我知道，西瓜我也知道，西瓜是，哈密瓜，火龙果没看着。我没问我媳妇儿，我没问她，我回头问她，回头问咋回事。欢迎大家伙啊！行了，不给吃了，家人不给吃，吃太多也不好。小明家里有什么玩意儿你？我看看，他家里真有东西。柿子往里放，别让小苗蛋子偷跑了。让小苗蛋子偷了可不好了。呀，我给狗蛋子奖励。刚才也给谁奖励来着？小石榴啥也没吃着，家伙啊！你看小石榴好了吧？小石榴好了吧？家们，小石榴有可能是咋的呀？他不喜欢吃水果。不往前凑，不许动，你们不许动，谁也不能动，谁也不能动，我要给小石榴吃，起来坐下，坐好了，不能动，石榴来，给你石榴，你看小石榴没毛病，有毛吗？家们，看小石榴有毛吗？看看，
他说不知道，是我没毛病。他只不过是他不喜欢吃别的东西，可能是啊，他现在对这个零食感兴趣。问问主播，平时狗狗粪便怎么处理呀？狗狗的粪便那直接扔垃圾桶啊？那狗便咋狗粪便咋处理啊？我们家的狗的粪便都攒着呢，家人们啊，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狗的粪便怎么处理的啊？我们家狗粪便都攒着呢，攒着那个等第二年施肥啊，等第二年施肥。正常的话粪便冲马桶就可以啊，在家里的话冲马桶就行啊。第二年施肥给这帮狗蛋子种好吃的啊，冲马桶或者直接扔来装袋里扔垃圾桶里就可以啊。玩游戏吗？现在想看什么游戏家们来玩游戏啊。老四一块才还谁没给，谁都给了，老大给没给我怎么就忘了呢？你说我现在是不是有点记忆力减退呀、啊？我感觉现在有点记忆力减退。我爸都留着呢，留着么第二年种黄瓜。我跟你说，俺家一年，俺家这一夏天黄瓜老多了，老多黄瓜了，都是我爸整那块小地儿，整那块小地儿种的全是黄瓜。啊，昨今天吃黄瓜，明天吃黄瓜，那黄瓜长得个头老大了，老肥了，老肥了，全是这帮狗蛋子给养大的。啊，再用来吃点儿，啊。小石头喜欢吃这个，石头，谁也不敢抢小石头的，你放心吧，谁也不敢抢。你看，小石头叼走，谁也不敢抢，小明也不敢抢，看谁敢抢，谁也不敢抢。粘苞米，家人们想买粘玉米的啊，粘玉米拍一发8磅，老好吃了，家人们啊，想吃粘玉米的好朋友们，拍的粘玉米吃，啊，咱粘玉米嘎嘎粘，老铁们嘎嘎粘。啊，今天拍粘玉米，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老铁们啊！玩什么游戏，家人们？我想想啊，玩啥？昨天玩的什么游戏？咱们昨天玩的是那个蒙眼找零食，前天玩的是那个抢零食，因为抢零食狗蛋子干架了，啊，那是大前天。水中捞月不行啊，天凉，这现在天太凉了，水中捞月的话，狗脑瓜干湿了。啊，然后呢咱们还跑步机也玩不了，跑步机电源干坏了。啥时候有大米的话得等半个月吧，姐，半个月那种大米，半个月的话我上厂家播大米去，到时候啊。石榴叼走了，为啥不敢抢呢？因为俺家小石榴是家庭地位最高的，除了三妹之外啊，除了三妹之外，老小石榴地位最高的啊，谁也不敢养惹小石榴。你别看小石头长得小，好久没玩下棋了。下棋的话，那玩意只适合拍段子，不适合玩游戏。下棋那个只适合拍段子啊。玩什么游戏呢？独木桥也不玩，也玩过了，也不玩了。跳高的话也不能玩了，家人们，跳高不能玩，太伤狗了。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呢？家人们。哎，家们，你说咱能不能训练狗蛋子从那个桌的这个缝钻过去？那你说哪个狗能会从那个缝钻过去呢？嗯，让狗学才艺啥的行。总玩游戏，这游戏也没什么才艺，说实话。点名游戏，他们现在不行。点名游戏7不行，老铁们，7太着急了，猴急的。啊，打地鼠的游戏，打地鼠的话没有纸壳子呀，我得准备个纸壳子打地鼠。还有什么游戏，家人们？还有什么游戏？快提醒一下三兄弟，还有什么游戏？啊，粘苞米拍一发8磅，家人们啊，今天拍明天发货，粘苞米嘎好吃啊，又黏又糯，又甜的粘苞米，家人们啊，咱跳圈也不行。跳圈，狗能跳圈吗？咱们跳圈啊，啊？玩跳圈吧，比吃零食游戏比谁吃的快呀？
比司令是谁吃的快呀？比谁吃的快？咱们这回我整两大溜，我整最长的，我整再长一点，俩俩比，行不行？两只两只比，我从把头吃到这头，我看谁吃的快。家人们，咱比的是耐，有耐，看谁有耐力啊！从把头吃到这头，啊，家人们行不行？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玉米生吃，玉米回家蒸，啊，家人们啊，蒸个15分钟就可以啊，蒸15分钟。老四肯定胜出。来吧，吃零食吧，家们，吃零食吧，我去拿牛粒去。啊，家们，我去拿牛粒，咱只能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翻盆啊，翻盆不行，翻盆的话肯定只有俺家，肯定只有老大能赢。哎呀，这玩一个费体力的吧，找零食也不行，老铁们，找零食也不行，总玩翻盆。你们替三兄弟想一个游戏，老铁们，想一个游戏，这游戏。啊，你们见过别人家狗的玩什么游戏啊？咱们想一个别的游戏。猜盆零食，猜零食啊。拿两个盆猜零食。吃零食行，一拍加急，明天发货啊姐啊，玉米明天就能发货。哎呀，这玉米老好吃了，放心拍就完了。你拍完这回，你还想拍第二回？啊，你拍完这回，你还想买第二回？随云飞过，还那把窄门，没有碗了，碗呢？碗没了，没碗了。我跟你说，这鱼缸子，我想给它抬出去。鱼缸子，那鱼缸太那么沉了，这鱼缸子太沉了，我想给抬出去，不行。啊。哎呀，你逗小迷糊，逗小迷糊。小迷糊家里有什么玩意儿？我看看，小迷糊家里头。好吃就行，不要甜玉米，肯定好吃，姐肯定好吃啊、嗯。它不是那么特别甜，它是糯玉米，东北糯玉米，它就有甜味儿，知道吗？它不是那么特别甜的，像是里边有蜂蜜那种甜，放甜蜜素那种甜，不是啊。不是那种放甜蜜素的那种甜，这个粘玉米老好吃了，啊！下单了，加急，明天发，明天发啊！不用加急，家人们，咱都明天发。你们今天拍的粘玉米，明天早上你们一睁眼，基本就能发货了，铁们。啊，都有现货的啊，粘苞米，今天拍，明天发货啊！生产日期就一个月之内的，家人们，一个月之内的，保质期9个月。咱家这款粘玉米里边一点防腐剂没有，家人们，为什么一点防腐剂没有？它还能达到保质期，能达到9个月呢，家人们，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家人们？它是一个高温灭菌的，啊，高温灭菌的，啊，老铁们，121度高温灭菌啊，所以保质时间长，都是原汁原味的玉米，生玉米装进去，它装里边是生玉米，知道吧？营养一点没流失。知道家吗？这玉米好吃。行了，吃零食吧，家们啊！我就拿零食去，让他们比零食比赛吧。啊，那游戏还快。玉米几个？8个。咱们玉米啪一发8磅啊！总共是不是270克？250到270克，基本是270克。咱家玉米基本上都是270克，家们啊。嗯，我会发着呆，然后微笑，接着紧紧。哎，要咱玩那啥吧，家人们，咱玩看哪个狗蛋子听话吧，行不，家人们？我把零食放在他们面前，我看谁能不吃，是不是，家人们？看哪个狗蛋子听话，是不是，行不行，家人们？行不行？啊，咱这个游戏好长时间不玩了，是不是？看哪个狗蛋子听话。我会发着呆，然后微笑，
啊，石头咋的不爱动的？行是吧？三要干嘛呢？三要啃球呢，来进来来，三要进笼子，三要进来。我给三要拿零食啊，三要才能进笼子，不拿零食三要不得进笼子呢。三要进笼子，三要进来，三老三，老三，你干啥呢？还能生抢啊？啊？老四现在越来越过分了，老四啊！走进笼子，还是让老四把球抢走了，还是让我四哥把球抢走了。我会放着弹，然后微笑，接着紧闭笑眼。主播，你说话好凶，不是我说话好。进去，明花进去，三，你要进还？不是我，我跟你说，家们，不是我说话好凶，而是我说话必须凶，知道家们？你不凶的话，狗大的不听话，啊，就像老四刚才那样似的，家们，就像老四刚才，老四那很容易咬着塞子，啊，明白家们？老四是俺家老四脾气不好，老四抢不过来的工，他如果有一个东西他抢不过来的话，他指定会下口去咬别人。我是为了保护咱家狗蛋子，别的狗我从来不对他们家似的，就唯独老四自己，大家们，我是为了保护他们啊，请大家伙啊，咱们就是是不是对不对，大家们，我是为了保护咱们啊，老四咬狗不是一次两次了，大家们，就我身边这些狗都让老四咬了个遍，什么叫咬了个遍，大家们啊，人家都不愿意跟老四玩，知道家吗？人家都不愿意跟老四玩，看老四害怕啊。老四怎么拿到球了？三把球吐了呗，不许动三把啊！你又不能叫我名儿，操你哥！不能叫，不许叫啊！三把，不能动的。严玉米，拍一发八棒，家们啊！我有监控，三方啊，我瞅着你呢。三方，我这有监控，我瞅着你呢啊！看着呢，你看没？看着你呢，看着呢，看这儿，看手机里，啊，看着你呢啊！三方，这个是我放在面前，不许偷吃。三八啊 ，no， 不能动啊！三八，听不听懂？听懂的你就你说，听不听懂？听不听懂？说，听不听懂？懂不懂？三八，懂不懂？你看八点看着你，三八，我没说，我你不许偷吃啊！三八，听不听懂？懂不懂？懂不懂？说话呢？懂不懂？能吗？行，趴这儿啊！不准偷吃，我感觉三样是肯定不来偷吃的啊！不能吃三毛啊！我求求你了，三毛啊 ！No， 哎呀，我的妈！三万的，你看看，这干啥呀？这是，你这样式的呢？你看看你，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下一位，下一位选手，进来，再过来，过来，小牛儿。名字坐好了，坐。小明花，你坐。
整就坚持20秒，回来找老爷给你两份儿。我这个给你，我再给你一份儿。啊，一会儿 ，OK 啊，不能动。不动啊！我说啥了啊？我说啥了？
坐这儿来，坐坐坐啊，跪坐啊。老四啊，全村人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啊，老三。全村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四哥啊，啊老四啊，能不能不吃？坐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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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起来啊，不能吃。你就瞅瞅，家人们，你们就说咱们家这帮狗蛋谁把我放在心上了？啊，谁拿我说的话当回事儿了？没有一个人把我说话当回事儿的，开会。你们都给我做好了，我最近说话不好使了是不是？啊，都谁呀？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还有你？还有你？能不能行吗？能不能省点心？能不能省点心？都干啥呀？啊，我费了削你们一顿是不是？我费了。
乖，谁都不能偷吃啊！一会儿谁不吃，我给谁奖励啊！今天晚上如果都偷吃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如果你们都偷吃了，你们今晚啥吃都没有，知道吧？集体锻炼今天晚上啊！集体锻炼，不许吃，不许吃。就他俩听话，老铁们，就小石头他俩听话，咱们一人给他们俩奖励一个罐头吃了啊！做好了，来，石头坐下。好，他俩没吃着，家人们，他俩刚才没吃着，是吧？奖励给老大一个啊！来，你们瞅着，为啥奖励给老大？啊？因为老大反应慢，是不是？啊，小牛蛋，你就不服，你别不服啊！我跟你说，就输在你反应快上了。谁坐好了？谁坐？坐好了，谁坐？不许动啊！大家们，小石头刚才是不是也没吃？小石头没吃是不是？啊，我自己给分罐头吃。小石头刚才也没吃上，对不对，家们？所以小石头我也要奖励一个啊，老大赢，小石头吃了吗？小石头也没吃啊，小石头到最后一个出来的，对不对？石头和老大都没吃，来，石头我给你奖励罐子吃，石头来，坐好了，坐好了啊，服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家人们啊，咱直播间好朋友想买那个狗罐头的啊，家人们啊，来，家人们啊，鸡肉丝罐头啊，这鸡肉丝罐头嘎嘎地，看到没有？一罐是80克，看到没？一罐80克鸡肉丝罐头，看到没？啊，14.9六罐，啊，看到没？14.9六罐，啊，老铁们，看鸡肉丝啊，半两老好了，看，看到没？一罐80克啊，14.9六罐，39.920罐。39.920罐，88米48罐，家人们啊，有想买咱这鸡肉丝罐头的，老好了，家人们，给我的半两，老便宜了，才合到2块钱一罐，老铁，知道吧？14.9六罐，一罐80克，480克才14.9，480克罐头才14.9，家人们啊，想买鸡肉丝，看这里头全是鸡肉，老铁看了吗？这里头全是鸡肉啊。100%的鸡肉，家人们啊，固体物质达到了80%，看见没？固体鸡肉达到了80%，啊，半两吃狗子可喜欢吃了，来，老大你吃完一罐了，老大你吃完一罐了，不能吃了啊！14.9六罐，我跟你说，一罐80克，39.9，家人们，39.9多少罐？39.920罐啊！
八十克一罐，然后呢88米给大伙发了八十八米发了48罐啊，88米48罐。是鸡肉丝，我买的狗粮给了两个，以为是啥呢，没看出来鸡肉丝儿，这里纯鸡肉的家吗，啊这里头。便宜，这罐子老好了家吗，啊狗得喜欢吃拌凉吃。对。再给老大个肉干。哇，我再拿肉干去。给老大个小饲料，再给肉干吃。老板，牛肉干。吃了没吃着？再老大一个，再给小孩一个。嗯，老大太懂事了。老四呢？老四啥也没吃着啊。我四哥啥也没吃着啊，有没有辣白菜？现在没有辣白菜，家人们，现在还没有，还没到时候啊，家人们，辣白菜得等一阵儿，哦，得过一阵才能有辣白菜，现在还没到时候，咱们还得等一等，啊，不给老四吃啊？老四配吗？老四配吗？家人们，你就说吧，你就说刚才玩那个游戏，我出去了吗？家人们，我出去了吗？老四就开始那啥，啊，哎。小斧头蛋子，我看今天几天了啊？明天咱是不是该带小斧头蛋去做检查去了？今天几号？今天12号吧？明天13号了吧？几号啊？今天12号。呀，现在是12号，现在就是明天是吧？现在12号，然后呢，距离月末还剩。19，哎，还剩多少天？12号，18天，19天是吧？19+25等于多少呀？们，19+25等于多少天？19+25等于44天，44天，也就是说，腐妞从跟老四第一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4天，哎，不对，已经过去了16天了，啊，16天还不行。家人们还不行，还差4天，16天还不行啊！家人们还差4天，啊，怎么也得20天的时候才能检查出来结果来，现在检查不出来，啊，现在没有辣白菜，44天，腐妞的预产期还剩44天，老铁们还剩44天，啊，哎。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安静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看看腐妞肚子呀，再给大伙看看腐妞肚子啊。腐妞握手，握手，腐妞握手。我看看腐妞，老四就不让你看着，我要看看腐妞，老四就是不让啊，我看看你媳妇儿有啥不让的，老四啊，你媳妇儿多啥，你媳妇儿啥玩意儿不让看，你跟我说啊，怎么就不让看了啊，别看了，老四不让看不行，我四哥不让看，我偏偏要看，必须看。腐妞来，我做好了。他，不当。哎呀，我的妈呀，家人们，我怎么感觉肚子今天瘪了呢？哎呀，我操，腐妞今天上了几回厕所呀，腐妞啊？
哎呀，老师你起来，我看一看。哎呀，我的妈，老师你别起来吧，好像没怀上啊。哎呀，我的妈呀，这腐牛怎么这一喊？哎呀，行了，别起了，别踩着腐牛肚子。这怎么肚子今天瘪了呢？腐牛今天拉了几破粑粑？你告诉老爷，你今天上了几趟厕所？还没吃饭？哎呀，我的妈呀，是不是没怀上啊？别闹了，别闹了！哎呀，我的天哪！行，那我别看，越看越上火。不看了，不看了，越看越上火。我妞今天没吃饱，哎，你们说腐妞怀上的几率是多大？家人们，腐妞蛋子怀上的几率是多大？没怀上的几率是多大呢？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点点亮，百分之百还上了。哎，百分之百还上了。老爷，你昨天不是说腐牛流血了吗？腐牛流血了，是家人们。啊，但是俺家腐牛，人家说了，流他那流的属于正常的东西。啊，他就是他跟我说什么原因啊，家人们，我给你们简单的叙述一下子啊，是因为什么流东西呢？是因为我四哥之前怎么给我腐牛配了四脚吗？家们，总给他配了一天配一回，知道吧？然后呢，就是他不用的采用的是人工吗？然后呢，当时人家拿的是20毫升的注射器，老铁们，20毫升注射器，也就是说我四哥这一下子就能整出20毫升，啊，四次的话也就是80毫升，四次80毫升，将近100毫升，老铁。嗯，都给腐牛了，老铁们啊！但是俺家腐牛吧，它顶多能用个多少个呢？家人们，能用七八个，老铁们，顶多用七八个，剩下不都没有用了吗？剩下的不都没用了吗？家人们，没用的话不就得出来吗？它不出来，它吸收不了，它就得流出来啊！家人们，是因为这事儿，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会流东西，知道吗？啊！人家说，包括亲家也说，他这流水正常现象，啊，没事，他那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我亲家他们家狗也会流，但是具体是因为怀没怀上还不清楚，家人们，就是不管怀没怀上都会往外流，因为他用上。那八个和没用上的八个几乎都一样，他肯定是用不完，就算怀上他也用不完，就算没怀上他更用不完，知道吧？所以他就怀没怀都得会流啊，这个判断不了狗蛋到底怀不怀孕啊，具体怀没怀孕的话咱还得看那个彩超啊，家人们，还得看那个去查那个超声波，那什么超彩超啊，家人们，是老四的孩子吗？指定是老四的孩子，这老四的孩子还没出生呢，怎么就这会儿给老四哥扣上绿帽子了呢？这还没出，还没咋地呢，给我四哥把绿帽先给他扣上了，那还用怀疑吗？那指定是不用怀疑啊，家们，肯定是我四哥的呀，老四没问题，就看腐妞了。哎呀，腐妞检查完也没啥问题呀，家们，我跟你说，家们，腐妞检查完也没啥问题。他只要是家们当时给腐牛检查那个结果，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家们，他在那个中间值的位置上，啊，他既然有这个数值了，就证明他肯定是健康的。他要不健康，他怎么可能有这个数值呢？
对不对？这个检查报告到现在我还留着呢，你看看家吗？看不着啊？第一次检查的是什么家吗？犬孕酮检查结果，孕酮检查结果啊，看见吗？啊，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 3.0 啊，家吗？看什么？ 3.0 是纳克每毫升，3.0纳克每毫升，看见吗？这个3.0纳克每毫升含属于一个，啊，家吗？促黄体激素峰值2.5到这个，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啊，它只有达到4.4到12的时候才能排卵，看见吗？也就是说三它小于4还没排卵呢，这个时候，但是咱们第二次去检查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9.6了，这个值已经达到9.6了，也就是说，家们，9.6它已经是在4到12中间了，看见吗？正在排卵，家们啊，它正在排卵，啊，老铁们啊。搭配时间问题是最重要的，耐心等几天吗？哎，别瞎猜了，别瞎猜了，家们，耐心等几天吗？我估计没什么问题了，铁们啊，请相信我四哥的实力，家们，我一直都相信我四哥的实力，啊，一直都相信四哥的实力，啊，更没问题了。地上有血，那个不是血，老铁，那个是塞文把球咬坏了，那个、把球咬坏了。你把这球咬坏的球，吃饭吗？吃饭吗？老师吃饭呢？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家人们，没事啊。等等，再明天，明天看吧。但是现在不适合去做检查，家们啊。我看今天、明天、周几？明天周四了，是吧？现在就是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周一、周一、周六啊、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周一做检查正好。家们，咱们周，你哪老这点不迷糊啊？我的妈呀！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又跳高，我非得削你一顿。你们上来，你们能老实点不？上来。一会儿上来，来，能老实点不你？你那欠欠的你，你想说啥？能老实点，能歇会儿不？我昨天想说啥来着，家们？昨天我想说啥的？我想给俺家狗子换个大院子，知道吗？我想整个什么样的地方啊，老铁们？我想整个大厂房，知道吧？找个像什么样的房子了，姐妹？找一个像是有大院子的房子，那个院子得有多大呢，家人们？院子最起码得有像咱屋里这么大，院子，像咱屋里这么大院子，也有咱家狗大的运动量不够，啊，两月拉布拉可以吃吗？3个月，建议3个月。我想换个有大院子的那种大院子的房子了，姐妹，像咱屋里这么大，啊。太行了，啊！这地方，我想找一个偏僻点地方，只能再找一个偏僻点地方了，家人们。啊，你在市中心的话，没有这样的位置。啊，我觉得他们每天的活动量不太够，他们应该多运动，多跑，知道吧？你看家腐牛胖是有原因的，我跟你说，胖就是运动量少，它运动量上来了都不能这么胖，有花园给狗子们多走走，尤其是腐牛啊。沐浴露有没有了？沐浴露有啊，家们啊，雪貂沐浴露拍一发2瓶啊，雪貂沐浴露的话应该还有个7-8单，49块有2瓶，家们，49块有2瓶，还能有个7-8单。就没有了，这个沐浴露就没有了，家们啊，雪貂沐浴露就不是这个那什么了，就不是这个那个
商标不是那个，不是这个这什么玩意儿外包装的了，家们啊，换包装了，换包装的话最新款的话就贵了，最新款的话是49.9一瓶，老铁们，现在是49.9两瓶啊，最新款是39.9一瓶，老铁们，雪雕沐浴露只剩什么家们？只剩那个皮肤护，就是那个皮肤护理的，啊家们，如果你不知道拍什么样的，你拍皮肤护理的，啊家们。皮肤护理是所有狗都能用，老铁们啊！再就是幼犬专用的，家们，幼犬专用也是发两瓶，幼犬专用是适合8个月左右的狗使用，8个月以内，包括8个月左右的狗都可以用，啊，家们，雪雕沐浴露啊，没拍沐浴露，家们，咱们抓紧拍的沐浴露，以后沐浴露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家们啊，咱这批沐浴露已经卖完了，老铁们没有了，这个。使着往那一趴，不愿意跑动。我只能说，在这个周边，知道吧？周边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家吗？找一个2层楼，知道吗？家吗？找个2层楼的地方，然后有个大院子，知道吧？啊，就是原先工厂的位置，就是原先这个位置是食品加工厂啊。或者是食品厂啊，或者是一个工厂之类的厂房，知道吧？我把它改动一下子，装修，知道吧？然后呢，肯定是烧锅炉了，冬天指定烧锅炉。啊，因为市里头找不着这种地方，找不着这种就是适合咱那狗子去玩的地方，找不着，只能找那种厂子，厂子黄了，往外租那种厂子，知道吧？啊，特意再给狗子装修出来一个房间。啊，然后呢，冬天了，一直烧锅炉就完事了。啊，就是不找门厅，就是厂子，知道吧？像东北，我发现东北这厂子黄的厂子特别多，一年的话得4万多块钱吧，一年4-5万块钱，一年租一个，啊。运动量得够，家人们，知道吧？如果运动量不够的话，首先他们容易肥胖，肥胖就容易得病，知道吧？再就是狗的免疫力低，啊，开个狗粮厂，让他们看厂子、看厂房，拉倒吧。那狗粮厂房不得机器都让他们给造了，啊？是不是？机器不得让他们给造了？开狗粮厂能行吗？扯淡。其他沐浴露真没有库存了，其他沐浴露没有了，家人们，现在就雪雕沐浴露啊，现在就雪雕沐浴露，还就剩这个皮肤护理的了，别的没有了，就剩皮肤护理的了，啊，小猕猴尾巴呢？小猕猴的尾巴，家人们，这件事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家人们，这个故事就有的讲了啊，必须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才能知道它的尾巴上哪去了。啊，还能买煤买柴火，就能买煤，不用买柴火，买那个什么就行，蜂窝煤就行，蜂窝煤不用柴火吧，啊，蜂窝煤应该不用柴火，蜂窝煤好像用那煤气罐子给它喷着的，喷给它喷着的，啊，是腿不舒服，石榴没有，三，你别叫唤，三妈，你别叫唤，我看石榴，没事啊，他脚没事，啊，别咬着我，他脚没事，石榴，没事啊，他脚没事，没坏。没有，脚底毛给剃了，该给石榴剃脚底毛了。咱们苹果梨啊，有想买苹果梨的好朋友，咱拍单苹果梨吃啊，38.89斤，咱那苹果梨也要没有货了，还剩最后三十多单苹果梨，今天拍明天发货啊，老铁们啊，想买苹果梨的好朋友拍单苹果梨吃啊。
准备起来，老四。先买苹果梨的好朋友们啊，咱拍单苹果梨吃啊，苹果梨是明天就能发货了，兄弟啊。哦，谁把球放在里头了？谁放在里头的？为什么我家狗啊不吃粮呢？不吃狗粮呢？我告诉你吧，家人们，就是你们没喂习惯，知道吧？你看我家狗到点就吃饭，看见没？你看我家狗到点就吃饭，你放心吧。啊，中午的时候，一个是中午，一个是晚上，到点就吃饭，三餐不饿。你看，家人们，咱这帮狗粮狗都特别喜欢吃啊，家人们啊，想买狗粮的好朋友们，现在狗粮价格是195啊，195一袋20斤。如果想买小袋的家们，小袋狗粮在咱家下方小黄车第11个链接，55一袋，赠送火腿肠，赠送罐头啊。梨买过4箱了，都很好，感谢我安好，感谢我姐，还是喂的多。我告诉你，就是你得给狗子，你得给狗子家们，让他有一个固定的吃饭时间，知道吧？我跟你说，你家狗不吃你就饿着他，老铁，养成吃狗粮的习惯，知道吧？就是你家狗没吃习惯，你看你家狗家吧，你给它别的东西它反倒不爱吃，你给它别的东西反倒不爱吃，它愿意吃狗粮。为什么非得让他们吃狗粮的家们？因为狗粮里面营养价值比较均衡，知道吧家们？狗粮家们，它是专门给狗蛋子设计的啊。我家狗就不爱吃，我跟你说家们，不爱吃你就饿着它，老铁，狗就是因为它吃的太饱了。但我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家人们，就是因为他吃的太饱了，知道吧？老铁，咱就换一句简单的话，你吃饱了，你愿意吃别的吗？你吃饱了，你还愿意吃饭吗？是不是不愿意吃了？对不对？等他饿的时候，他肯定就会吃了。啊，喂狗粮也方便，你不喂狗粮，你喂别的东西也不方便。啊。吃多了不饿呀，他吃什么玩意儿？他指定不吃啊。对不对？你就是吃肉，你吃饱了之后再给你肉，你也不愿意吃。就他就是他就是吃饱了不爱吃别的东西。啊，说白了就是不饿。我跟你说，真要是饿的时候你就别说狗粮了，家人们。啊，你就狗粮盆都能给你造了他。木头都啃。啊。养成吃狗粮的习惯啊，还简单还方便，知道吧？咱家这帮狗粮含肉量35%啊，老铁们啊，含有35%的鲜鸡肉，说的对啊。你看都抢着吃，人家狗粮都抢着吃，狗粮不吃包退，老铁啊。想买小袋的话，直接拍小袋的粮家们，咱所有狗都能吃，所有狗蛋的都能吃，老铁啊。小袋狗粮在第11个链接，55一袋。55一袋，99两袋，1袋4斤，55一袋，99两袋，170米4袋，而且还赠送火腿肠，赠送罐头啊！饿了狗屎也吃，对呀，你给它养成吃狗粮的习惯，你给它吃人吃东西，这玩意儿啥嘛？这个，我跟你说，在农村养狗的呀，老铁们啊，他要真吃人吃的东西。我发他人家不给他喂狗粮，我跟你说，有好多农村的养狗的，他从来没吃过狗粮，你看明白吗？有很多养狗的人，他从来没给自己家狗喂过狗粮，他可能就吃剩饭剩菜，里边扔点，里边给他放点那个大米饭，剩饭蒸菜给他一拌，啊，是不是？一天在盆里放着没饿着，你看他们一个月要多少钱？他们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4-5千块钱。谁咋那么饿呢？你咋那么饿呢？你咋
咋这么饿呢你啊？那怎么呢呢咱们你是我最苦算了吃完了赶紧出去了啊看手机上也没有电了还有2%的电还有2%的电啊醋也吃不了多少啊 ，seven 就适合单独喂，你单独喂它，你单独喂它，它给你拱盆儿，把盆儿都给你拱翻它。我跟你说 ，seven 就是不饿，知道吧，家人们？他一天吃两顿饭，他们一天吃两顿饭不饿，你晚上我吃的都少，晚上给他们喂都少，啊，少吃多喂，啊。消化的还快知道吧啊少吃多喂。啊这顿没吃到下顿吃下顿没吃到他就饿。啊一到点他就吃饭一到点就吃饭。哎呀老四好像没吃饱啊四哥呀四哥没吃饱没有办法明天吃吧。一天就一袋狗粮他们一顿饭一袋狗粮。老铁一顿饭4斤。两顿饭8斤。一顿饭4斤粮。我也卖你家的粮和以前吃的粮混着吃感谢啊家人们老四点休息晚上咱们家直播就到这了啊还有1%的电一会儿马上就关机了老铁们我今天手机没充电啊还有1%的电了啊然后大伙早点休息好吧家人们谢谢大家咱们直播间好吧大伙早点休息啊明天见家人们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拜拜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咱们明天见拜拜走